不是纳西达吗？喂，纳西达，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我也没想到，有一阵子没见了吧？最近怎么样啊？感觉你们乐在其中的样子。你呢？刚刚去做什么了？我想找一些线索，顺便也散散心。在拯救了世界树之后，我的记忆中就存在一些模糊的片段。我隐隐约约记得还剩下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怎么都想不起来。哎，怎么会这样？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你一起想。谢谢你们的好意。既然这样的话，我想给你们看一个东西。漂亮啊，而且好像充满了力量。嗯，是我在净善宫里找到的，但我对它一点印象都没有。这里面装满了纯净的元素力，和我的力量很像，但又有些区别。它应该和我模糊的记忆有某种关联，但我什么都没有查到。旅行者，你有什么头绪吗？那这样吧，纳西达，正好我们要去冒险，要是有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你。谢谢你们，没想到又要给你们添麻烦。不用这么客气啦，你才是，还有很多需要操心的事吧。妈妈，妈妈，喂，快走，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抱歉，草山大人，驯兽一般不会靠近这里，再不离开的话，我就要动手了。先别急，草山大人，这可是魔物。没关系的。他好像很希望我们跟他一起走。这就听明白了。虽然不同的生命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沟通方式，但情绪是共通的。我能感觉到他的焦虑与恐惧，他很需要我们的帮助。这。虽然驯兽确实很可爱，有道理，那我们先去看看吧。他会为我们带路。虽然样子都差不多，但有些驯兽很温顺，有些就很凶，见到人就打。没办法，在他们的眼里，人类或许也是凶狠的魔物。毕竟他们也无法理解人类的行为是否具有攻击性，但如果人类亮出武器，那就已经晚了。那不如先下手为强，打了再说。好像和人的想法也差不多。所以说，情绪是共通的嘛。原来是因为这只驯兽晕了过去，它才会这么着急。看起来他们应该是一家人吧，所以这只驯兽是想……应该是吧。驯兽虽然思维比较简单，可能它在我回来的时候注意到了我，认为我有办法帮它。我来看看吧，如果是一些常见的病症，我应该有办法。怎么了，纳西达？很奇怪，非常奇怪，这只驯兽不是由孢子演化而来的生命体。平时你们见到的驯兽虽然也可以使用元素力，但那只是他们借用了自然中的元素力。但这只驯兽在这层外壳之下不存在和驯类相似的生态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元素的奔流。太神奇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连纳西达都不知道。除此之外，在这团元素力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阻碍了元素力的正常流动，这就是令他昏迷的原因。也就是说，补上这个空洞，应该是的，这正好是我擅长的事，我现在就为他治疗。
两股力量融合得很好。草之王，居然是草之王，原来是草之王救了我。驯兽说话了。原来陌生的生物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一看就是能说话的样子吧，而且我不是陌生的生物，是派蒙。派蒙你好，我暂时还不会通过外形判断生物的智慧水平，只有你说了话，我才能知道你会说话。你不用这么认真地回答我，我看上去连话都不会说嘛，不至于那么笨吧？你误会了，派蒙，只是嘴这种器官除了说有嘴也不一定会说话，就算你看上去和人类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个驯兽上过教练院吗？居然比我还会说话。你果然不是驯兽，对吧？是的，对你们来说这有些突兀，看我用莫名其妙的声音。奶奶奶奶奶，他说非我自认为我了解所有提瓦特的生物，就算没有亲眼见过也有相应的知识，但是就算罗列出所有元素生物的特征都无法与你对应起来。你究竟是什么？我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族群，我们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比任何的记录都要悠久。我的家园山清水秀，绿草如茵，我和我的家人们，可是后来末日来了，家园一下子就变了样，可怕的力量吞噬了一切，我们既是末日的受害者。末日？我也不是很明白。因为是非常复杂又非常漫长的过程。没关系。我侥幸活了下来，和一些家人离开了家园，想要在我们和各种各样的族群建立往来关系，学习他们的文化与知识。后来我们得知，末日的力量被人类称为禁忌知识毁了你的家。他说他们在寻找拯救家园的办法，但沙漠的灾难应该早就结束了。草之王说的对，不是沙漠。我很想告诉你们我的家，可能听起来有点滑稽。怎么会这样呢？我是被末日污染的生命，在污染被消除的时候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知识与记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那个元素力的空洞是禁忌知识被消除后留下的，我很抱歉。没关系，草之王不用道歉，不只是我得救了。是的，禁忌知识不复存在，你的家园应该也得救了。我的家也得救了。长久以来这都只是一种遥遥无期的愿望，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实现。我没能履行我们一族的使命。这不怪你，你不管是哪个族群，对抗禁忌知识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不是个体应该承担的责任。你刚刚提到过家园的幸存者不只有你，那其他的家人呢？说不定他们会记得。末日令我们备受煎熬，有许多家人都已经迎来了生命的结局，我不知道还有谁幸存。这个不用担心，交给我吧，我应该能找到他们。雨林里可以交给兰纳罗们，城市里……对啊，他们可以帮忙。稍等啊，我这就联系他们。这样应该就行了吧？寻找可能需要花点时间，我们稍等一会儿吧。谢谢你，草之王。我们都相信，草之王会信守承诺。在我醒来见到您的那一刻，我就有所预感，您是为了约定而来。约定？或许您已经没印象了，但这是我们深信的预言。这样啊？但我很担心你们家园的状况。在等消息的时间里，你们愿意和我去，能一起回家。可你不是说？但我知道他们的结局。
有一件事我很在意。是的，在他面前我没有提起。你还记得我说晶体里的元素力和这个驯兽完全相同？什么？嗯，他提到的预言应该是曾经代表他族群的某个元素生命和我达成的约定。想要拯救他们的家园，就必须先解决禁忌之事。如果是这样，我一直觉得……原来如此。是啊，我一直在想，我想送他们回家。我来带路，这里有点不好走。放心吧，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好走的路。哇，有敌人，交给你了。此刻开打吧，微光无色，滚！真是断绝奥义，看破身手真棒，就算在……说起来，我一直想问。是的，我们族群的形态会根据环境发生变化，在和须弥大地上的各种生物交流之，于是我们渐渐变为驯兽的样子，融入了他们的族群。这种事也能做到？生命最重要的本能，不就是适应吗？我觉得这里不值得。你的手之所以是这样的形状，是为了驯兽之所以会吸收元素力，是为了融入环境，抵抗天敌。我们是草元素生物，是这片大陆上最古老的生命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我想，我也能变形吧？当然没有这么自由，这对我们都是常识，但是好难解释。简单来说，改变形态需要力量，你没办法让小草在瞬间就变成大树。我懂了，人类也有类似的词哦，叫成长。不愧是纳西达，这么说我一下子就理成长。我明白了，很有美感的词语。还要走多久啊？已经一半了，加油，海蒙。你需要我背你吗？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我不累。感觉你还挺喜欢照顾人的，是吗？草之王需要我背吗？那样的话，我们都会很别扭吧？不如你飞到我头顶上来吧。等下再说吧，好像又有魔物。微光无声。像我们对背这个行为的理，无论累不累，只要我把孩子背在背上，把他撑起。孩子？你是说一开？那是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孩子。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说话？因为他只是驯兽，我不想因为我的存在让驯兽一族发生改变。不过他和普通的驯兽也有差别，他对人类的语言似懂。哇，一定是比如东东小圆嘛。派蒙的取名品味好奇怪。哇，奇怪里带了很多可爱。我就说嘛，我想到的名字不如派蒙有。叫，对不起，这个我也忘记了。回去之前一。这边，往这边走，最后一段路了。这个是死玉。没错，
他是我们这种生命的目。我不是很明白。他想说的应该是，如果我们死域，在以前的研究里，就算禁忌知识，他们长久以来真是最令人悲伤。我离开家的时候，这样的花开得遍地，它长在清澈的湖泊里，到处都是。但是没关系，在冒险家根除了死域之后，这样的花，没关系，以这样的形态留。既然现在终于有了，我明白了，那就交给我们吧。原来你是在担心我，没关系，就好像我们要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那我们就动手。回家之后，想到有那么多元素生命都没关系，只要元素力还在，外形不过是时间的礼物。如果能早点治好他们，就算是为了雨林。谢谢草之王。等等，好像有消息了。啊，好像找到了一只符合描述的驯兽，现在也处于昏迷，那应该和我的情况类似。走吧。是这里了，它在里面一点的位置。但是这里驯兽好多，他们应该都是这。是呀，他们戒备心有点强，不能战斗。这些都是他的家人，虽然我们的族群不一样，只要好好沟通。那要怎么办？想要救那只驯，我想到一个办法。既然您想要变成驯兽，纳西达可是神明。就算是神明，想要那就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尝试。如果我付出一些力量，好吧，草之。如果想跨越时间，我会把这方面的知识借给。好的，我已经准备好了。草之王。好啦好啦，别管这个误会了。既然哇，真的变成驯兽了。还不错，它好像就在下方的不远处。要怎么做？我先接近他们，对方是元素生物，接下来你在心中默念那。我明白了，那我就负责把上面的驯兽。好的，走吧，现在要兵分两路了。中间巡逻的驯兽很警觉，还是绕开比较好。为什么它反应这么大？糟了，
被巡逻的驯兽注意到。那中间巡逻的驯兽很警觉，还是绕开比较。好像没被注意到，好像那只驯兽在。就是这里，有好几只驯兽，我先隐藏一下。是这一只，纳西达，你我没想到改变自己的形态消耗居然这还是借助他的知识。时间的力量积微成著，感谢你们的付出，一切还算顺利，只用等他醒过来就好了。你们是谁？对不起。没关系，是很好的。末日。是的。我。真的吗？太好。家。草之龙。对，没错，草之龙。抱歉。等一下，我完。他们同属于龙，只是草之龙阿佩普的存在更为悠久。但是我也不明白，因为我们住在草之龙的身体里。这草之龙内部，在草之龙的体内有另一个世界，他曾用威严的声音告诉我们，但这一天，最我还是有点理解。很近似的关系。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草之王突然如此紧张，阿佩普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适应力的，那么他也产生了巨大，恐怕是的。怪不得我有很久没有见过阿佩普，自那以后他就销声匿迹。是的，我怎么会，如果草龙无法坚持的话，那种浓度的草元素力，高大的树木完全遮蔽阳光，植物与人类。对了，不是有那个晶体吗？抱歉，两位，你们见过这个东西吗？没有。它的力量很熟悉，抱歉。没关系。来，拜托你们了，你们的情报很重要。等待消息吧，虽然。我之前和他们解释过，你们不是坏人了。回家，离开，好难。不知道他们竟然等待。别急，别急，我们看重家人，无论是什么时期的家人。既然我们还在等待，没问题。我也需要整理一下我的思绪。谢谢，感恩，田地，食物。植物，他想做两件事。田地那边，好的，我懂了，这次就。
别紧张，我们一定会赢。种子种下去了，接下来去收拾入侵者吧。原来是片片花，怪不得他说是植物的入侵。不用留情，破！别担心，哎呀，深海的家护。解决了，请冷静下来了。能先和我们讲讲吗？你们应该知道，英明是阿佩普的领地，在那时候直到后来，巨大的钉从天而阿佩普也从一条翠绿的巨龙。怪不得那两个元素生命，阿佩普一直认为他是虚弥的主人，从不认可后来的秩序，只是先有天上的力量，后来是禁忌知识。两种秩序达成某种平衡之。据我所知，阿佩普一直在沙漠里蛰伏，我不知道他的考量是什么。我手里的晶体，你真的很喜欢他们呀，家人，喜欢你。我没这个意思了，没关系。他的意思是，你们很看重外表，这些都比外表更加可。我懂了，毕竟样子都可以变，那我也会跟着你啊，你不会就认不出来了，是吗？这样啊，森林没有更多消息了。线索好像在这里断掉了。对不，没关系，不怪你。或许是因为晶体和禁忌知识的关系过于……如果是这样，就算找到了晶体和末日，草之王。我预言是串联起过去和当时我们的族群保存，不太可能。世界树的力量，预言中提过他去了哪里吗？须弥的东边。对，是藏岩巨渊吧？让我想想。如果保存下来的，抱歉，先跟我走吧。